台中新开幕的日系百货吸引上万人朝圣，走道被挤得水泄不通，排队搭手扶梯宛如贪吃蛇，超级惊人。这里有开放安全梯可以使用，不需要排队哦。大年初五开工日，一般民众还在休假，不少人喜欢到百货公司逛逛，这次连妈祖也来了。乐成功和新妈出现在台中七旗街头，沿途浩浩荡荡敲锣打鼓，还能看见妈祖专属的女教班，实在难得一见。热闹的阵头表演充满年味，一旁早就大排长龙，民众等着弄酒咖。啊，那癸卯年啊，年到平安顺利啊，很幸运，很幸运，今天特地还不知道有这回事，很爽快，不用去庙里面人挤人。妈祖选在大年初五绕境，已经进入第七年。早上11点起驾，沿途停靠大鲁阁新时代、星光三月、中港店、大圆百、广三搜购、中友百货、三季拉拉铺，一共连逛六家百货公司。穿一块和平安符啦，妈哦，戴个金啦，我一块饰品来来吼提灯去，啊，大家平安安吼，大家过年一个大家吼时间好头彩。大年初五，妈祖也来逛百货，赐福人间。前两年因为疫情停办。终于再度出巡，规模扩大，让民众又惊又喜。记者杨晨、李云杰 SNG 台中报道。我是刘佳，我喜欢与您分享地球大小事、最新时事、国际脉动、财经动态，还有气象资讯。最接地气的新闻台，让你重要消息不漏接，聊天的话题也不脱钩。当然，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的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还要开启小铃铛哦。